就当然首先要先恭喜漂亮家居要迈入200期了，然后这本书对我们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回家，然后都要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所以它是跟你最靠近的。从这本书里面还可以看到别人的家，偷窥别人的生活 的样貌，它很温馨，就像你的一家人一样啊。所以祝福你家，祝我家幸福满满，很温暖。